对啊，对，洗完干嘛？他变得太大了。这样，那我要不，我一会儿到时候用一个什么话，我提前把身形调度成这样，或怎么样？到时候我好做这个。嗯，可以，也可以。我这样蹲在那儿，在那儿洗完。这是怎么？这是真要的意思吗？这样我给不了。这本出去啊！不要了。行。二三。看。一开始。哇，为什么剪得那么漂亮？哎呦，我都没见过那么漂亮的眼睛。对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老虎呀，过去。他一翻身，你就扑上去了，这样吗？对。就这样。嗯，过去要压倒了，压倒。乒乓，嘣，在这里。这个时候最好边推着这边。对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擦掉吧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啊，来，差不多啊，来，那我把你翻过来吧，我可以的，好，我会，就那样，我觉得我不别扭，就是我翻过来，我可能就想掀你，然后往后退。导演可以再来一个吗？导演，都行。这都被你发现了，因为我跟那个牛哥在健身房见。我已经不是陈绮夏的人，你为何锁住我？你放开我！玉霄，你真恶心！你要不要来？我看他这儿，可以吧？其实我这会比较快，因为我过来就行。OK。这个打的时候不能录啊，我到时候害怕这个浩浩粉找我了，可能说不会、啊，再来一个严重点的，先闭眼，走走，站。哎，我觉得我头抬多了，导演。我挚爱之人，将我置结于大江南北，与君永生永世。我呢，就是一只燕雀，整个陈青山都知道我识海未开，没有灵力。燕辉，
是你将我从这父皇墓中放了出来。你的护心灵救了我的命。原来你才是我可遇不可求的妻。我一定会帮你找回完整的生命。天佑，我要你跟我一样，永远无法与所爱云来。我乃千年玲珑，此生不会再爱上任何人。我想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若非取不出你的护心灵，我根本就用不上。我定让你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的。下去。恶霸，咱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咱俩结成主仆关系，更有利于我们的行事。这是什么药？送福锦鲤，这鱼眼，还有这鱼鳃，只有妾身这盛世容颜才能配得上他。哼，你配把锁再配个钥匙，你都配不上他。不对啊，我多少有点病。你的性命对于我来说，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同。你用这些俗物当聘礼的话，会不会不太尊重？他会喜欢的。我开张了，这事儿定了，一辈子的。好，我们成亲。成什么成？你不是恐婚吗？分人，我挚爱之人，将我肢解于大江南北。门主素影真人斩杀妖龙，妖族从此衰落，我辈玄门人更当珍惜当下，努力修炼，不得落后。燕回幼时在山下流浪，所见所闻只觉人妖并无区别，是人是妖不看身份，看本心。即日起你便不再是陈兴山弟子。多谢真人十年照拂。终于等到生气，我怎会放你走。你究竟是谁？我名天耀，我乃千年玲珑。一个小妖说自己是龙，你见过龙吗？服不服？我无意与你比试。你反抗就是意图与我比试。我被你伤了，没有了灵力。